太棒了，给大家 B roll 来看一下细节。大家好，欢迎来到无才说，我是无才。然后前段时间呢 ，Nike 出了一个跟李维斯联名的 ID，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开箱几双李维斯 ID 的联名鞋，看看这次联名到底是什么样子。OK， 以上四双联名呢，就是今天早上刚刚收到的，也是观众某只波乐啊寄给我的。所以呢，这里要特别感谢某只波乐愿意把他的鞋子拿出来分享一下。先说一下这次联名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有一天晚上的时候，我记得12点多吧。最开始的话，这个数量好像并没有限制啊，就很多小伙伴都在群里面分享他自己 ID 的这个成品。然后另一些小伙伴呢，可能就不是很感冒啊，就觉得还好，搜搜就没有那么强烈的去 ID 的欲望。第二天早上醒来呢，很多人意外的发现官网的李维斯 ID 下架了啊，就是换句话说，你想 ID 都没了。那这个时候呢，有一部分人就不淡定了，就开始大型后悔真香现场。然后又过了几天呢，耐克在制作的过程中呢，有部分人的鞋款被砍单了，就是做不出来，所以市面上的李维斯联名就更少了啊，所以就更稀缺了。然后呢，你就看各种李维斯联名，不管配色好看的丑的都往上飞，价格有些特别丑的都3000-4000块。那我们来先看一看这位观众给我寄来的鞋子，他到哇还是9码，我的码数，我要不要不还给他了，不是开玩笑开玩笑。鞋子是这双，我也没看过，哎哇，哎，首先它这个纸不一样，哎，是这种上面有这种小星星斑点，然后这是一双 Air Force One 高帮，哇塞，这个颜色，这就叫真香，这鞋好看吗？哎，它不是 ID 的，它是在网上买的。哦，它整个鞋面的话就是牛仔面嘛，中底也是牛仔面，哎，它这个吊牌我好喜欢啊，这个牛仔吊牌。如果我说这个是在独买的，对吧？大家就会觉得是我在掐饭。但如果说 StockX 好像就，你们觉得我掐不到美国是吧？我掐饭。蛇是这种皮质的 Air Force One， 后跟的话，整个鞋子其实颜色配色很简单。然后你仔细看它上面的这个印花 ，Nike 15是就耐克的勾，还有李维斯的这个英文的字样。而且牛仔的鞋子一定是越旧越好看。我之前有一次节目里有跟大家说过，就是 Air Force 将会是今年后半年和明年年初耐克主力宣传，也再说的通俗点，就是会全面起飞的鞋款。所以的话，如果你喜欢 Air Force 的话，最近有喜欢的配色或者老鞋，赶紧入，不然后面的话你会发现就像前半年的 Dunk 一样。满分10分，观众弹幕打个分吧，我觉得从外观打分，我可能打6分到7分吧，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颜色。来，我们打开看一下这双鞋，跟刚刚一样，哇、哦，这才叫好看，好吧？这什么 StockX， 又是 StockX， 哎，这双我打到9分，这双太好看了，哇，真香，闻一下，
哇，这个好看，好看吗？这双低筒的，哎，我喜欢低筒哎，而且这个颜色，这才叫牛仔色，好吧？太帅了，这个，哇塞！然后它鞋面的话是这种浅色的牛仔，然后鞋带它给了一个粉色的鞋带，里面的内衬是黄色，就是你这样看起来有个边边，哇，这个好看哎，这个多少钱？你快帮我查一下。然后它的标也是一边 Nike 一边这个李维斯，哇，太好看了！后跟也是 Nike Air， 后面Swoosh是也是牛仔，全身都是牛仔材质。不可能吧？一万一，这鞋一万一，你说国内平台上卖一万一啊？然后刚刚那个包是哎，你看人家 Total 262美金 ，Shipping 是$14，但$14免了 free， 然后 Purchase Price 是。$262，你说现在已经10000块了，我直播了，你发财了，哇，这双太好看了，太好看了，我该怎么形容这种好看 ？Air Force One 的脚感是挺一般的，但是它增高呀，对不对？哇，鞋底是海军蓝，这个太好看了，为什么它中底都能做成牛仔？这是一双大概17年前的鞋子嘛，其实老了之后，它反而有没有觉得一点都没有觉得变丑，老了反而更有意思，对吧？然后这双鞋哇，太帅了！10000块啊，10000块就算了啊，10000块大家就看看就好了，过眼即我有，好吧？第三双鞋，哇，这个也好看，10000块，那我得小心一点，我操！白有，这是那就是 Nike 官网 ID 的盒子，如果你们也 ID 的，你们收到的应该也是这样的盒子，白色的盒子，就是这双 Air Max 90，但我觉得这双太好看了，我操，这双这么好看。这双打个分，忘了这双观众朋友们打个分，颜值我打10分、啊、不能满分，9分。这双明显就比 Air Force 感觉轻了很多，因为中底是 EVA， 然后中底是白色，然后好像很多观众定制都是定制成这个配色了，就是把你可能是能用的颜色全用了一遍。你看，Nike Swoosh 是深牛仔，然后这边是一个粉色，我觉得这个粉色吧。一般啊 ，Air Max 一个字样，好吧，然后鞋带是白色，它这边有没有李维斯的标在鞋上啊？啊，有，哦、啊，鞋垫是有李维斯的标，这里，对，鞋垫有李维斯的标，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小 R 标，侧面就你们看到这个黄色，有点是像灯芯绒一样的颜色，然后内侧 Air Max 这边是刺绣上去的，所以整个鞋面基本没有用到塑料，都是这种牛仔布。哇，这个可以啊，这个感觉是挺干净的一个颜色，这个牛仔的颜色会偏浅一点，但这个也好看的，真香。这种牛仔材质就是因为它比较寿命比较长嘛，所以大家很喜欢，你看这个时间久了这种线会开，不过开掉的话大家不要剪，就这样，你像这个线已经开成什么样子，你看开了会更好看一点。我觉得这双鞋我打几分，你打几分，观众朋友们打几分啊？塞，哇，能 Nike， 哈哈哈哈，能做这么多种颜色吗？哇，这双好看哎！哇，这双太好看了，它怎么还能做成冰蓝色？还有这种做旧效果？这种烂牛仔是怎么做出来的？这种材质，哇塞！来吧，我们如果撸走一双，撸哪双？哎，这双我会选这双，还是这双好看。你看它这个 Nike 这边破碎的效果，你看两边破碎都是不对称的。对，然后整个哇，这个好干净啊，太有才了，某直播了，这是你自己定制的吗？太有才了。对，这个是那种扎染一样颜色的一个李维斯的标，对，然后正反面也是一边耐克一边李维斯，然后鞋面哇，太好看了吧，这个它 Nike Swoosh 是用那种灯芯绒材质做的一个白色的 Nike Swoosh， 然后鞋带也是白色，中底也是白色，就很干净，这双鞋这个后跟还做了绿色，妈呀，哇塞，他太懂我了。对，他的鞋垫也都是黑色，一边李维斯一边 Nike， 所以为什么李维斯不光联名还能 ID 联名啊？我是觉得就鞋吧其实不需要太多颜色，这一双它虽然好看是好看，但是颜色太多其实你穿搭会比较难一点。再次感谢佛山的观众提供鞋子给我们大家来看啊。我跟 Benny 今天呢，我们去那个深圳，听说有一个大分油画村啊，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今天我俩就去看一下 ，Let's go。
还啊，晒太阳，早上晒太阳啊，现在晒太阳啊，眼睛出来了。是他奶奶还是姥姥？奶奶。哦，不行了，不行了。哎，我发现他这边就是，你看我的前方，然后这边还有这边后边，全部都是那个他们的画廊，然后一家挨着一家，然后你像他们就会把一些作品或者是自己风格的一些代表作就放在这样的门口。我看不太懂，就那个笔触，就我不知道它到底算不算一幅好画，但是我觉得摆在一起还挺好看的。等，这应该是一个孩子画的黄金时刻的一个风格。哎，艺术，我觉得艺术的魅力就在于说不清，就只能感受，语言没法，我真的不好描述这种感觉。对，因为我们工作室那个灯光比较暖多一点嘛，所以我就找一个比较偏就冷一点。然后这个是一幅香港的街景，应该是铜锣湾还是不知道，但香港这种街景蛮多的啊。这一幅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框。可以了，心疼我的奖杯啊，我的荣誉就是用来当锤子使。